迎大家皮龟我馆，我是廖小新，你们也可以叫我廖老大。现在看到我桌上满满的钢头盖，俗称便当盖。那先前呢，因为我们有推出 Jet S， 询问度实在是太好了，销售一空，所以我们多出了两个车种，分别是雷霆 S 跟 Jet SL。那这次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，是我们多了高亮椅，我个人是很喜欢，搭配我们新家的 logo， 整个提升质感。有红色、蓝色、青色、黑色、银色可以做选择。这个钢头散热盖呢，它呢是铝合金 CNC 制造。那它可以增加撞风面积，还可以改善工作的温度。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你不一定要改车才可以做使用，你原厂车也可以做使用哦。大家最在意的就是它的价钱 ，Jet S SR 是2800，雷霆 S 跟 SL 是3000元。那切记，如果你没有电圈的话，可以做加购；如果你是要来我们本店安装的话，500块工资。赶快虾皮聊聊询问，或者是来电找我做预约哦。